哎、欸，那你们先吃哦，我先回去哦。哈，明天不是封箱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要回去跟我的一半试训。又要试训。啊，我们你下礼拜上班再见哦。好吧，好吧。是是宝贝，老公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对啊，我今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就回来跟你视讯呢。现在是我们的专属时间。今天过得还好吗？还不错啊，刚刚跟同事去吃饭。远距离原本不是我敢接触的爱情，因为想他却见不到他时，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害怕，直到遇到他。你看，我今天呢又是吃泡面，只是我吃的是素食的。哎、欸，我今天也是吃素食的自助餐哎，这样好像有一种我们在不同地方，可是吃着同样东西的感觉。真的哎，这样好幸福哦。老公，啊，我穿这样好看吗？你穿这样超可爱的哎，我觉得宝贝穿什么都很好看啊。但我们也有差点抵挡不了寂寞的时候。老公，我睡不着。啊？为什么？有什么原因？我就是不敢一个人睡啊。真的、啊，你没办法。好了，我说故事给你听。真的吗？决定要一起为了未来而努力，然后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。谁呀、啊、？Surprise！ 你怎么会来啦？今天是你生日啊！你看。我最想要的拍立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拍很多合照。这样就可以帮我们。我没想到你分开啊！我最期待的就是相聚的日子。而且我觉得，日子如果一天天到来，期待的心情就会更兴奋。我也是啊。是我有的时候很想你的时候啊，我就会看看天空。天空。或者是。手机里面我们两个人的合照，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我身边一样。现在在呀，现在就在我身边呢。每次和你分开，我最期待就是和你相聚的那一天。每次和你分开，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再和你相遇。好，我们是夫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今天这一集呢，主要是一样是在讲远距离，可是今天呢是要告诉大家说，虽然远距离可能会有很多考验，但只要用的非常多各种不同的方法，还是可以一起化解。其实两个人心只要在一起呢，不管距离多远，两个人都能够一直走下去。那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欢迎留言跟分享给所有的朋友。然后如果有新的想法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别忘记按赞跟订阅夫妇知道的 YouTube 跟粉丝专页哦。那我们夫妇剧场下周再见，拜拜。